是的，主播，我们现在所在地点在高雄苓雅区的三和市场哦。现在看到忙着帮民众签名的这两位呢，特别是民进党高雄市立委第六选区候选人黄杰，还有这个波比天后、台湾滨崎步称号的王彩华。那么来到了市场小街，人气真的非常的旺，几乎到了每个摊位都在塞车卡住了，因为大家要签名或者是要握手或要合照的这一个气氛非常的热络。来看一下现场画面。谢谢大家，小心哦，旁边有车。王彩华跟黄杰，王彩华跟黄杰，来请大家看到呢，在这个三和市场里头，哇，甚至有人是拿出了黄杰的竞选小物，这个挡泥板的部分特别来让黄杰签名。那么在今天呢，为什么会请来这个波比天后王彩华？除了在之前曾经有合作过表演之外呢，那么王彩华也特别提到自己其实把高雄当成自己的第二个故乡了，包括在求学或者生活经验都和高雄很有渊源。也因为在选举的倒数时刻，任何的票源都要持续的冲刺。在今天市场内呢，黄杰也请来王彩华，希望可以当婆妈吸票机。以上是我们现场最新情形，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